是台北的建商，那我们第一次下来南投就是推一个主要的案子，这个案子我们是想要在地生根，想要做起，想要把北部一些建筑的理念带来南部，带来南投这边，因为我们觉得南投这边也应该说也适合需要有好的房子让大家去居住。那我们规划这个吉富苑的话，像我们总共基地面积1600多坪，可是我们单纯只规划45户，这是第一个对社区来讲单纯，然后我们管理安全、隐秘、隐私，这对客户来讲我觉得算是最大的保障。那我们社区比较有特色的地方是我们 整个社区人车分道，我们有50棵的樱花，那樱花林道在相信之后如果开满樱花的时候会是蛮壮观的。再来就是我们有垃圾冷藏中心，这在南投应该算是第一个有标配这个案子这种装置的透天社区。再来我们还有，因为南投这边地震带，所以我们还有配一个跟交通大学教授合作的一个抗风自震摩擦阻尼装置，这对相对来讲，这种装置会一般会规划在大楼部分，可是我们透天也设有这个装置，这样应该说对建案的品牌跟用心，我们是真的有努力在做，想要深耕南投，去打造一个好的案子、好的建设，去给在地的住户，对，谢谢。